联防。这个球投的有些短了。好的，这边一个接球到内线，漂亮。信任他，留住他，他还需要发挥的更好。好的，今天林志杰终于得分了。你等他传回来，佩德罗，漂亮。欧锦赛的冠军，可以说佩特罗的这个大赛经验不少。好的，这边一个成功反击。这三分球还是投的一般，看这个球漂亮，这个传球啊，林志杰一个背后传球。可以说在经过几个赛季啊，队友之间的默契应该说已经非常成熟了。佩德罗是把这个球卡的投进，据说给人感觉有特色的球队不是很多，像是北京队啊、广东队啊，感觉有自己的风格。哎，这边我们看啊，是发生了冲突，我们看谁受伤了。这位林志杰也是像球队的大哥一样啊。漂亮，这个类似脱手一样的中投啊，跟天津队的外援被罚球有些关系。那么天津这边比赛回来还有14秒，还是选择了犯规。再次犯规啊，虽然有些球员已经透露了这个广厦队已经赢得了比赛，但是感觉这个有点焦灼啊。